大家，那今天的这支小影片其实蛮特别的，就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，然后我上班的公司有公司它的政策，刚好最近比较严峻一点，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，今天是 day one， 然后为期14天，我要 work from home， 就是在家居家办公的意思。对，然后我想说，原本是要录成日常影片的一部分，可是后来想说，录这个开头来做一次小影片，给大家看一下在居家办公的样子是怎么样去呈现。那就来介绍一下在家上班所要开的设备，就是电脑会连线到公司，然后我今天是用这个用手机开视讯跟公司的同事连线。好，现在这样避开，然后还有打灯。好，然后来上。还没好，还没好。我才刚做啊。哦。对啊，虽然名字是5960。好的，好的。学长，你不要这样。哎，好啦，那工作到现在还蛮顺利的，是想的有点不太一样，还蛮奇妙的感觉。好，现在来吃饭，吃这个生煎包，我已经买好，只是要去微波一下。大概是长这样，12个，去加热。379254177。4177537753795。4月135口，然后5月154口。2475号。
2475好了。那今天一整天结束了第一天的居家办公，那其实感觉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因为我没有远端过自己在公司的电脑，然后今天第一次就是一整天这样去远端连线，然后在居家办公，然后除了就是因为我工作性质比较不太行。就是远端连线，所以大部分的工作还是给公司的同事做，但是还是有重要的文书工作是交给我去做去处理的，所以今天工作都还算顺利，然后网络连线的一些问题也都没有发生，还蛮幸运的。对，然后感觉的话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先体验 freelancer 的感觉。是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突然变成自由工作者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居家办公的时候。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才第一天，然后我还有两周要度过，然后应该说就是之前有看过，就有一个官员他就说过，就是居家办公是等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自由工作者以外，其实你因为你就是在家，所以你下班之后你也在家，所以那个心态的调试蛮重要的。就是你在处于在 work 跟 rest 两个中间的那种比例跟那个 mode， 你要去调试好。就是工作就该工作，然后休息的话就该休息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周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两个部分，然后去做调试跟拿捏。对，但是我因为我不是隔离，所以我还是可以去外面买东西吃，所以就还好，不会到太 不方便。但是最近这种状况出门，大家还是要记得戴口罩。那最后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个言或按个喜欢，顺便订阅我的频道跟 IG。那就下支影片再见。